纯老师成为天才型选手的承认，其实对浪漫唯美的论霸相当恐惧，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。从以前我就一直最害怕的就是转圈，每一次转都是靠运气。李安的不还错，还错，好可惜了，稍微多一点点力量，还错。跳国标我跳到现在，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转圈圈，一天里面又不能练太多次，因为练太多次那个脑袋里面的那个水平会跑掉。除了转圈之外，老师在舞序中加入了抬举动作，这看似简单的招式却对久没操练的成人来说相当吃力。托举的时候很容易会把注意力都放到他的手啊还有身体上面，所以他的脸部表情就开始变得很纠结。脚前放松一点，人都会这样啊，你当你的拳头在用力的时候你当然就那所以我的手在用力，我表情在神就会用力啊。回违一年，在站上艾尼亚武力全开舞台的承认，能否呈现出完美的舞蹈，拿下今天的 MVP 呢？谢谢曹雅文、陈润还有林雅纯老师带来的手掌心。